老鼠药已经放好，。子龙哥，这件事我搞定，可以了，出发。龙哥，仙羽已经入网了，准备收网。 请律师，请啊！恭喜富哥，再次破案。当警察这么久，是非善恶早就分不清楚。组织派新的任务给你，户主出了巨额的佣金来指定你完成任务。我把每一餐。 都当做是最后一餐。老板，一位。等一下，我收拾一下，就给你们哈。我们，老板娘，我们不是一起的。现在就只剩下一锅而已。老板娘，是我先来的。是吗？但我刚才没看到你啊，不好意思哦。我过来了，小心烫哦。 哎，你还在啊？我以为你先走了。如果你介意的话，别吃了吧。附近有一间还不错的小火锅，去那里就没人跟你抢了。我只是要去拿酱料吧。学长、学姐好，我叫吴威，在警校是第一名毕业的。 就算你们这种流氓，实在是这么差。不过，吴威就交给你了。太倒霉了吧！走了。菜鸟，先跟你把话讲清楚。我一向都是习惯一个人在外面跑外勤的。你干嘛？你去哪我就去哪。走啊。想什么？我等一下做什么？我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？ 不过你去哪？到底想怎样啊？跟着学长好好学习。我们来吃个麻辣锅吧。啊？我们做警察的，不就是要维护正义吗？现在怎么办？先吃饭吧。吃饭？现在啊？啊，真香！请问我们的工作是到处找美食吗？重要吗？ 人民纳税前的小偷啊！我在收集情报、啊，你懂什么？有些恶霸需要处理一下。什么恶霸？波哥才对嘛！好瞧你这个恶霸啊！看我怎么修理你！波哥，干嘛？我可以试试看吗？吃东西可不可以文明一点？ 这起案件跟我之前那几起谋杀案相当类似，根据验尸报告，凶手是左撇子，身手利落，只杀目标。我怀疑是同一名嫌犯所为。没想到这世界上真的有杀手这个职业，好想要知道杀手长什么样子哦。李子东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怎么样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吃？ 这位是我吃饭认识的朋友，你的工具好齐全哦，也太帅了吧！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超扯的，我猜你是因为杀手哎！你问那么多干嘛？餐桌上只有美食，没有公事，对吧？ 李子东，改天再一起吃饭啊！你对美食这么有研究，谁会想要反驳你啊？
是吗？你臭屁的家伙，可不可以这么说？本来以为你对吃挺讲究的，但你懂吃锅吗？你懂吃汤包吗？你懂吃居酒屋料理吗？什么？子东失联了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杰克。 你最近真的要盯子东听的紧一点。林子东会不会也来吃锅啊？不会怎么巧吧？喂，你是不是真的暗恋我？还是说你一天没有看到我你就受不了，所以你在跟踪我？你有病是不是啊？你们两个不要趁机换一下电话啊！既然你们这么有缘，谁哪有缘啊？哎，我跟你说。 这个时代呢是很开放的，爱要勇敢说出来。而且啊，我其实觉得你们真的还……你疯了、哦！请我吃汤包，又请我吃饭团，这该不会是你追女孩子的方式吧？跟你没有那个意思。所以我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啊。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就是喜欢我喽？开玩笑啦！哎，吴伟。 你现在跟扑克走那么近，你难道对他都没有点心动的感觉什么的吗？不可能啦，扑克不会喜欢我这种短发女生，食量又大，不可能。难道都不担心我也是坏人吗？不过我相信你绝对是善良的。哎，谢谢。哎 我想你才能把你抱紧，等着你，我等着你，四季都在寻找。我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女生，你愿意帮我吗？嗯、指定你，嘴对嘴亲，转到的下一个玩家。 哦，什么垃圾？帮我家吗？来就来，帮我家。别浪费钱了，废物。你懂夹娃娃吗？那你又懂，这有什么难的？看好。 哎，别逞强了，我来吧。看好了，我来了。去领钱了？不行啊，没夹钱也没用啊。白痴哦，我来了。夹不到就说嘛，我夹给你看。别来无恙，要好好吃饭嘛。你就不要让我抓到把柄。韩丹跟胡仲奎的人马，他们的冲突已经一触即发了。胡总，真有你的。 整个KN集团就变成你的囊中物了，我可是帮 KN 集团赚了不少钱，有本事来抢我的位置，我等你。你还是像以前一样，觉得自己都可以无懈可击。这一次我找到你的弱点了，断我一只手就断你一双腿。嗯、胡仲奎的情妇，莉莉，你确定？ 你要做那件事吗？现在游戏才刚要开始，先拿到投名状的人才是赢家。那我们就趁势截断这老狐狸所有的经脉，去处理掉。鬼牌。如果真的有这个东西，然后它又是整件事的关键，我们就想办法把它找出来，才能知道谁在下棋。局里有内鬼。 所以，如果这一次消息再走漏，那就表示内鬼在我们之中。你不觉得这一切感觉都有人在背后计算着吗？就快抓到他，我一定要查个清楚。别动，李子东。 抓你抓这么久，结果你一直在我身边。李子东，你们两个嫌疑重大，即刻停职。
组织把魏叔叔撤掉了，你的身份已经曝光了。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指令，我觉得应该让人知道。哎，墨玉，任务失败，组织会怎么对我们？要找到那个东西，双手得沾上鲜血。如果他不是杀手，我也不是警察，我们也只是在饭桌上的好朋友。正面，我抓你；背面，你走，我来扛。